如果靠近林口街八巷39号到95号这一段的时候啊，那刚刚局长已经有承诺说要拆除，那拆除遗留下来的空地是要做停车场，目前这么规划。OK， 那也就是说将来回复的时候，好，拜托，园区内不要的树种到我这边来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把树砍掉，是移植，真的，而且还会种很多新的树，就像这个模型一样，不是砍掉，世界上移植树可以移植的成功的例子很多，包括台北市的公务局，谢谢。局长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说明会。那手上如果有澄清意见表要交给我们同仁的话，那在门口有挂识别证的都可以。谢谢大家。那我不要的。不好意思，大家。